我是观光列车团的110年4月6号，然后瑞芳站关闭车门了。23点18分出发的是51次，就北回健康树林的第二2800新交通变速团之前啊，在瑞芳站关闭车门准备时。今天有特开8725专列，真的希望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，但是下半辈子还是可以做他们喜欢的事，然后早日的、再来到这个世界上。21次拜拜哦！我今天没人参与8725的。谢谢哥哥，那下面跟巴掌们多多点我们的这个网面，那拜拜。